好的，我们看到呢，这个中捷哦，在今天早上6点已经恢复通车，不过经过事故路段还是会减速慢行。那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公安意外，可以说整个中捷公司里头呢，弥漫着一浓浓的哀伤的气氛。那么今天呢，有这个员工哦，这里所有的成员他们是低头默哀，为这一次事故中的罹难者还有伤者来致意。那么我们带您来看看现场情况。那我也要特别感谢昨天12点多到今天6点钟捷运通车，所有不眠不休的我的左边所有的主管，所有的基层员工，市府所有不眠不休的董事长，换一个麦克，换一个麦克。所有不眠不休的一切所有的同仁，我也老请各位媒体朋友，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为我们中捷团队鼓鼓掌、拍拍手，我们为自己加油。中捷绝对提供一个安全、安心而又有效率的环境，所以在这边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昨天在发生事情的过程。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调查的结果会是行政院运安会，会是司法机关，他们会做缜密充分的调查。所以今天我们来报告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大家一定很好奇，车站发生了什么事，车厢内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我们播月台的影片。因为是摄影机，所以不会有声音。那各位媒体朋友应该也会好奇，车厢内发生了什么事，麻烦播第二段车厢内的影片。那这两段影片播完之后，我相信媒体朋友在看过一次之后无法充分掌握相关的时间，相关发生什么事。所以今天我们都有发一份书面的资料，完全按照间跟相关的方式，我们请处长来跟大家做说。麻烦处长请。各位媒体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好。那接下来有一些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时间点，我透过大家手边的资料赋予我的说明，我们来还原整个事件的过程。
好，那首先第一张照片，我们看到的是12:27:04。好，零四秒这个时间点，好，就是站外那个所谓的塔吊的那个吊臂掉到我们的隔音墙的一个时间点。好，这边有相关的照片。好，那我们这部车是在26:50的时候开始进入月台。好，那陆续做列车停靠的作业。好，那保全当时依他的勤务分配在月台上做一些警戒。好，然后确认一些旅客上压车的动作。好，所以当时他所在位置在这边。好，这是第一个时间点，好，04:00的时候。好，下一张。好，那再来是那个27:05的时候。好，那这时候列车进站停妥这个月台。好，那刚才也是四秒的时间碰到我们隔音墙，5秒的时候整个吊臂是掉到轨道区。好，就在相对位置是这个地方。好，那保全这时候也有听到声响。好，好，下一页。那05:14，这个9秒的时间，好，就是我们保全听到声响，确认是后方，于是他回头。好，刚才各位看影片，他有个动作就是往前趋前去看前方到底发生什么状况。好，那一直陆续的小跑步到前方去确认状况。好，这个时间是9秒。那到了14:24的时候，就是到了前方看到异状，因为当时的状况就是大量的粉尘。好，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影片的状况，大量粉尘。然后依他的职责任务去用对讲机通知给站长。好，那这个时间发挥10秒。好，10秒钟。那我们当时保全啊，当时的随车员到站之后，他的勤务安排就是他要出站看看我们月台上旅客上下的状况。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随车员他也站出来看看旅客上下车是不是正常。好，那这时候车门是开的，那旅客是正常的上下车状态。好，刚刚影片大家有看到。好，下一页。那再来20秒之后，随车员进入车厢。好，那随即22秒的时候，列车自动执行关门作业。好，那随车员站进来之后，开始往他的头端，好，车头端看。好，好，下一页。那这个是22:26，这4秒钟的时间了。哈，就是月台上有旅客也看到了这个现场的状况。哈，那保全也看到了这个状况。哈，好，下一页。那再来就是车门26秒之后，车门关闭之后，这个随车人员跟旅客开始往前看，有一些警觉。哈，前方不晓得有什么状况。哈，那包括这一位旅客趋前往前看的这个动作，刚刚影片也有看到。哈，好，下一页。那30秒钟的时候，列车自动离站。好，那再往下。那32秒的时候，随车员已经发现前方异常，于是依照 SOP 作业，哈，他开始呼叫行动中心，然后并且同时取出他随身包的钥匙，准备要开启前方这个驾驶盖板。好，那驾驶盖板有什么东西？里头有一颗紧急停车按钮，可以来触动停车。好，那开始有这个动作。好，那这个动作就是我们 SOP 所规范的动作。好，下一页。那旅客往前方看了之后，发觉列车在移动，开始有一些防护动作产生，就是在42秒。好，就列车离站之后，啊，42秒，于是开始做一些待避的动作。哦，那我们同仁还在现场，哈，持续作业，哈，并没有离开。哈，下一页。那一直到撞上障碍物是45秒。哦，那45秒这个时间点，就开始碰撞。哦，那碰撞一直到停车52秒，总共有7秒钟的时间。哦，就经历这些相关的一些铁架支架这些的
的一个撞击，哈，那这时候我们的系统也产生了一些相关的告警，哈，包括障碍物侦测的告警，包括触动紧急刹车，包括车门，哈，因为车门也被拉扯到，哈，有非预期的开启告警，哈，那包括这个车门障碍物侦测等等，哈，就陆续出现，哈，好，下一页。好，那到这边就是整个从列车进站到出发，我们的保全人员跟我们的随车员，车上的随车员的一些反应动作。好，那我们的随车员也是坚持到最后一刻。好，大家看画面，就是最后一秒才躲下来，稍微代避一下。好，那这个时间大家看画面，影片已经播过了，待会如果需要可以再放。好，这个时间非常短，从他确认有异状32秒到撞击45秒，就是一个13秒的时间。好，那这13秒动作，他试图要去拿出随身包的钥匙，那这钥匙拿出来之后，他必须要去开我们这个前方的驾驶盖板，好，打开驾驶盖板才能够去启动这个紧急刹车，但这时间实在太急促了，好，那于是就产生了后续的碰撞。好，那这个事件在前半段从就是掉下来之后列车撞击的过程。好，以上跟媒体记者做个简要说明。好，那我们说明完月台跟车厢的状况之外呢，我们主任也在当天去跟随车人员跟保全人员做一个初步的访谈，那我们是不是请主任来做一个说明？各位媒体记者早安。好，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运输处站务中心主任，我姓张。好，那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了。好，那这个案子我先说明一下，针对随车站务员的部分。好，我们随车站员我先说明一下他执行的环境跟条件跟他被赋予的任务。好，首先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台中捷运是无人驾驶系统。好，那我们现在是有配置随车员。好，那随车员他在执勤的条件是，我们列车在到站离站之前的开门关门都是自动化做一个启闭的。好，于是因为是自动化，所以随车员被赋予一个任务，就是在到站的时候像刚刚的影片所看到，他必须要踏出车厢在月台上去警戒并且持续的观察旅客进出车厢的一个状况，为了确保旅客动线上下车的安全不要被车门有一些带到的一些状况。好，于是他在昨天就做这个动作。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随车员，我们昨天在跟他访谈的时候他这边情绪其实是非常激动的其实他像刚刚看到他坚持到最后一刻可是其实我昨天在跟他面谈的时候情绪起伏是很大的。所以你说他不紧张吗？他很紧张，他很紧张，可是他的勇气其实是相当令人觉得可佩的。好，我们也以他为傲。好，在昨天访谈的过程，他的陈述是在开关门的时间他去警戒这件事情他正在执行的时候持续观察旅客上下车，那保全在这个时候有趋前跑向他站出车门的位置，那并且有跟他做一些示意。好，那可是因为后来车门关闭列车出发了，于是他只看到他有跟他做一些手势跟他做一些示意，可是当时还无法意会是什么。好，那当他回过头来看到前方粉尘慢慢清晰，看到是障碍物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概32秒的时候，跟我们行控中心做一个通报他一手拿着无线电门发话钮尝试跟行控中心紧急做个联系，另外一手像刚刚影片所看到的，他尝试去掏取我们的执勤包执勤包里面有刚刚我们驾控台盖板的钥匙，打开之后尝试做一个紧急刹车这一些无论是通报行控中心还是尝试操作
去让列车紧急停车，都是我们规范的 SOP， 只是这个时间真的太过于短暂，来不及去做一个反应，而造成这样不幸的结果。那保全的部分，我们昨天跟他做一个访谈的时候，他其实在当下，因为他的任务就是月台的一些观察，所以他在月台观察的时候可以看得到他有一个左右张望，并且他有听到一些声响，于是他有找寻声音的来源，有发现到说有异常的状况，大概在14秒左右，就有跟我们值班站长这里来做一个通报。那值班站长接到通报之后，也有即刻跟行控中心做一个反应。那我们保全同仁，尝试做通报的时候是14秒左右，可是他一边也是一边尝试多个可能，他除了通报之外，一边也跑步趋前，到月台前方我们随车员所在的位置去跟他做个示意。那这个示意，就像刚刚说的，比较可惜的就是来不及，车门关了，我们随车员当下没有意会到他做手势的意涵，于是后来有发现，可是通报的时间因为太急促太短，而来不及去做一个反应。那无论是我们随车员跟我们保全人员，都是依照我们公司工作说明书上所定的程序去执行我们的 SOP。 以上补充说明。好，我们谢谢主任的说明。经过访谈，我们再来请我们处长帮我们确认一下刚刚所谈的程序是不是满足我们公司所要求的 SOP。 麻烦处长。跟各位说明一下那个保全的 SOP 了哈，在我们的劳动契约里头哈，有规范，就是说如果保全在发生事情的一些所谓的通报、监控、处理的责任哈，那就是说他在契约范围内的工作范围哈，那这个工作范围因为我们有涵盖到车站或者我们有机场、列车等等哈，这些都要工作范围。那所属的范围要实施这个巡逻守望啊，那如果有遇到异状或者犯罪的事件哦，是必须要立即通知机关哦。那所以文字是这样哦，所以立即通报这件事，他当下是有执行的哦。那再来谈到那个随车人员的工作说明书哦，随车人员工作说明书的部分就是，如果察觉有可能危及行车安全的相关状况哦，举例说明如人员非法入侵轨道，如物品掉落轨道，可能有影响行车安全相关事件的时候，视状况是要起按压刹车，按压刹车就是刚才讲的，我们的驾控台里头有个刹车钮，按压刹车，并立即回报行控中心，那尝试去启动刹车跟回报行控中心，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提到随车员都有做的一个事情。好，以上补充说明。好，那各位媒体朋友一定会好奇，我们从昨天下午事发到今天上午复始18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抢修的，我们这中间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也请我们的处长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补充的报告，让大家能够更了解我们整个的过程。
好，大家好，报告一下整个抢修过程哈。那昨天我们事发之后，大致上就是开始做一些现场，因为现场已经停止营运哈，那个丰乐公园的前后站，那所以相关的一些钢梁的部分和外侧的部分，我们第一时间已经做处理。那我们等待就是说列车什么时候能够移回，好，移回之后，轨道进空做轨道区的确认，好，那所以我们昨天也做了一些紧急的措施，好，包括我们的末班车就改由公车接驳来处理，让这个时间能够更早的把工程车派发出来，好，去把我们的故障车给支救员回去，好，然后争取一些时间做一些复救，好，所以也争取在今天六点钟能够顺利的通车。好，那整个过程，我们这一次抢修的作业，总共动员了大约是250人。好，除了我们的公司的伙伴同仁之外，好，我们有厂商，好，有北捷局的一些协助，好，我们投入了250人的人力，好，那漏液处理这个状况，好，那里头包括一些受损的确认，好。它有分电联车、轨道跟电力的部分，依序做个简单的说明。那车子的部分大家知道是0304号的编组，那因为四号车是直接迎面撞击的第一节车厢，所以它受损的是比较严重，包括它的障碍物侦测杆，包括那个挡风玻璃、头灯，然后包括相关的集电靴，还有一些车底下的一些气管，还有我们看到影片那些座椅，好，还有一些设备柜，好，甚至车窗、车门等等，好，都有损坏，好，这是四号车的部分比较严重，好，那三车的部分就是车门侧的车窗，好，侧边有一些变形破损的动作，好，那另外就是说车下的部分，好，我们现在还在场内哦，必须要再做一个详细的确认，哦，这是电联车的部分。再来就是电力设备，哦，电力设备经过我们的检视，受损的电缆，哦，总共有4条，哦，那4条的电缆，哦，因为暂时性都不能用，哦，所以我们有简单做一些包覆的处理，哦，那电力的来源就是我们由其他的供电，哦，临站的供电去做转供的动作，哦，所以不影响整个系统的营运。再来就是轨道设备，哈，轨道设备有一些组成啦，哈，包括一些绝缘艾子，哈，包括一些基板扣件等等，轨道上的基板扣件这些零件等等，各有一些损坏，哈，那这些我们也是漏夜把它抢修完毕，哈，那这是有关设施设备受损的部分。那所以我们整个作业就是大致上在今天的凌晨4点半，好，然后完成。那完成之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动态测试，好，确认列车行经过程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宣布在6点，好，恢复正式营运，好，以上报告。好，各位媒体朋友，我们把我们终结发生事情的过程跟内容跟大家做报告。我再次强调，我们是报告过程，我们不是在做调查。第二件事情，大家可能了解过程之后会更加知道事情发生的始末。那不晓得各位媒体朋友有没有垂询的地方，董事长可以说明一下大概的损失，评估损失大概有多少，即便包括营运的损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关心，我们一定会跟相关的厂商求偿，初步估计球场的金额会达到2亿元以上，2亿以上的球场。董事长，刚才那个影片列车停驶在不时之，这个中间不能旅行客先出站吗？现场已经发现有可能。好，这个部分哦，谢谢媒体朋友关心。其实在这现场，大家可能没有注意，我们影片如果会后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分享给。在有。还有旅客进出，代表说月台的旅客
认为那个是危险。在昨天中午中捷发生这个意外之后呢，今天一早6点钟捷运是恢复了通车，而就在9点钟左右，台中捷运也出面召开记者会，并且公布了从月台角度所拍摄的画面，以及呢列车行进中车厢中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呢，除了有这动态的影片哦，还包括有一帧帧的照片定格，以秒来说明当时事发呢这短短十几秒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目前暂时可以厘清的是说，其实呢在这个列车进站之前，吊臂就已经掉落在轨道上面，然后虽然保全跟随车员有及时的要通知这个行管中心，也想要启动手刹车，但是呢却来不及，结果整个处理时间只有13秒，真的时间不够，才会造成后续呢这个列车撞上了吊臂，引发这一次的公安意外。稍后也会持续为你关心。